12+4=7 啊！你有冇搞錯啊你嚇？黃宇文，13、14、15、16、16 ，OK， 寫落去。你識唔識寫個大字啊？識填啦，係嘛？哇！你哋自己做功課嚇，我過去同姐姐傾偈。一個教三個，成個家庭教師咁。我平時咧好少督促佢哋讀書嘅，咁考試咧我就會督下佢哋啦。你個細女好得意啊，細細個同佢鋸耳窿喎，戴住兩隻耳環仔。思思做完功課未啊？過嚟啊！思思啊，叫姐姐啦。姐姐，乖啦，嚟，埋喺呢度坐。思思叫咩名啊？思思，黃雨思。黃雨思，哇，個名咁好聽啊！聽先，哎呀，真係戴咗兩隻耳環仔啊！鋸耳窿嗰陣時痛唔痛㗎？痛噶，哎哟！你而家睇佢好似好乖咁啊，其实佢好曳噶。我唔喺屋企咧，佢咧就攞我啲化妆品嚟玩咯。咁啊，哥哥就罚佢企喺厕所板度掹住个耳仔啊。咁啊，等等噶嘛。好，拜。哎，咪走字。你嗰次啊喺 EYG 跳嗰啲油脂舞咧，哇，跳得好嘢啊！应该表演下俾姐姐睇喎。我等一阵俾你睇。好，醉拳都好啫。嚟，快啲打嚟睇下，睇下点样嘅先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！真系几似喎，好似真嘅一样咁啊！系啊，娃娃姨啊，嗱，你平时要做嘢啦，咁咪好少时间陪佢哋咯。哦，都唔系嘅，我好多时间陪佢哋嘅。除咗啊，有阵时我拍下戏啊，上下欢乐今宵之外咧，我都唔出去唱歌嘅，我都。今晚为大家邀请了一位啦，好耐冇喺荧光幕同大家见面，而最近咧又荣升咗做妈咪嘅靓女喎。呢位咧就系余安安啦，多谢你，我仲带埋个女女上嚟添啊！呢个 B B 叫咩名啊？佢叫李文琪，英文系 Marsha。女女几大啊？13个月。啱啱过咗一岁零一个月啦吓，咁啊应该啊识行啦，识讲啲简单嘅字句噶啦噃。讲啊，妈咪啊，拜拜啊，爸爸。哦，咁叻啦，咁叻啦，识讲咁多嘢啦。系啦，你系咪亲手抄佢嘅？自己抄。系啊，自己抄嘅。啊，咁啊，抄佢辛唔辛苦？好辛苦啊，因为我差唔多全职抄佢啦，咁自己睇晒啦，都几辛苦。不過你唔好忘記喎，雖然辛苦，好大樂趣噶嘛。哦，咁啊係啊，嗰啲樂趣啊講唔出添㗎。每日咧都有啲新鮮嘢俾你，突然間又學識一樣嘢咧，你就會好興奮，好開心。係啊。9月3日在加拿大榮升做媽咪的李以紅，現在真的有仔萬事足啊！上星期難得回香港，我們立刻要她抱 BB 和大家見面。我覺得陀辛苦過湊，因為我頭那3个月呢我都很不舒服，經常睡覺，我可以一天睡醒20个小时的，煮任何肉啊嗰啲嘢，嗰陣味呢我是頂不順的。但我看過啦，你嗰啲相咧，你即係帶住個肚嗰時候都有去游水喎。其實游水是很舒服咯，浮下浮下咁樣，冇咁重啊，成個人冇咁醉啊。以紅抬住小德嘅時候，辛苦到幾乎所有運動都做唔到。不過見到依家小德咁可愛，辛苦啲都值得嘅。印尼喺佢未有再次結婚嘅情況之下，對外宣布自己已經懷孕，但係對於邊個係 BB 嘅父親就絕口不提。我係一個好中意 BB 嘅人，而且我喺結咗婚之後咧，我小產過好多次。所以我是很努力的，想要有細佬哥。總之我有，我就要一定要 keep 住佢，而去令到佢係好健康同埋好快樂。剪刀，剪刀，不對啦，剪刀石頭布。1、2、3、4。佢而家好細，即係2岁到啦。喺呢段期間咧，我不斷嘅喺我嘅生活方式上邊。或者在我讲嘢，或者在我的行动方面，我都时时有意无意间，我会灌输他是屋企冇男主人的嗰一种生活方式。我希望他可以习惯。我时时都有去睇下第啲爹哋啊，即系睇下人哋点样同细佬哥相处啊，骑博马啊，或者系点样教佢哋啊。咁我都会将呢啲动作喺屋企。我都会令到我细佬哥好似有个爹哋一样，又可以骑喺我个膊头度啊，即系当我系一个男人咁样。因为我太爱佢，所以我爱佢所爱嘅任何一样嘢，佢只要系佢想做，我觉得系啱嘅，我都鼓励佢，同埋
我一定支持佢。教佢辛苦，因为佢系达子嚟噶，你系佢咩都冇噶，你咁去教佢咧系好辛苦咯。你要话俾佢听好多嘢系啱，好多嘢唔啱。佢因为佢唔识分析，你要话俾佢听，教佢。而你自己要做一个榜样俾佢，你亦都唔可以做错嘢。佢做错嘢，佢就将住你。诶，妈咪，点解你头先又咁样嘅，又叫我唔好咁样嘅，咁样即系好难做咯。你做父母一定要好小心咯，系咪啊？唱歌我听先，快啲，你唱歌我听。一个好爸爸，好爸爸。仲有咧？好妈妈。